陌生，就知道你还在睡，乱七八糟，真的挺会生活的嘛你！这是女孩子的家吗？这里别说是桃花啦，连鬼都不想进来。起床，从美国回来到现在倒时差倒3个月了，生活不能自理，感情一片荒芜，工作，距离拍摄还有1个小时59分钟。 起来！加油！你怎么那么重啊？吃什么这么重？比我还重！我花仙子，领的是助理的钱，操的是亲妈的心。刷牙洗脸，楼下见。 听说，人的细胞在无时无刻的新陈代谢，将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7年。也就是说，说着永远的我们，7年后就是另外一个人了。7年了，我回来了。 模特妆化好了，灯光也好了，开始吧。 撞倒了，我来，对不起，两三个小时能全部动起来就不错了。我真服你了，你力气真是大。
走吧。哎，真的不用去打个招呼吗？回家吧。小姐，你钱包掉了。嗯，这不是我的钱包。这不就是你吗？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娇小，国际超模，著了名的难搞。拍摄附加条件满满三页纸，他姑奶奶的杀气呢，非凶非妖，就那什么空洞的小眼神，据说保了千万保险。嘿，小小姐，来来来。纽约来的大摄影师，好久不见。说，你怎么舍得从美国回来了？是不是为了何以琛？他跟以梅在一起。谁？何以梅？找陌生，你当混蛋！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无穷一吗？七年前，你不辞而别，他整天在宿舍楼下等你，直到你家里来人，把你东西拿走，说你去美国了。我他妈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样子，整个人好像一下子被掏空了。赵默笙，你够狠。女生送过来的，说是在超市里捡到，刚好知道你在上班，就顺便。人呢？走了。记得吃药。我都 OK。哎，吴姐，把他上次那套衣服拿过来。喂，啊，出大事儿啊！喂，有帅哥哥。赵小姐，进来坐。不必了，几句话就走。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工作？小小，我是他的律师。什么事？赵小姐拾金不昧，但是里边少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那你又如何知道这个钱包是我的呢？把里面的照片还给我。照片上的人是我，为什么要还给你？我劝你不要跟一个律师讨论物品的所有权问题。照片不在。明天给我。明天我有工作。
赵默笙，我想我们都不想跟对方有过多的纠缠，何不早死早超生？早死早超生？那你要我照片干嘛？放在身边，让他时时提醒我曾经有一段愚蠢的过去。风景还给你，好吧，我承认我是在偷拍你。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细别吗？我充好照片以后送给你啊。你不说，你不说，我可以一个一个去打听了。我一个一个问了，我相信全校这么多人有志的是应生，我一定可以问到。国际法二年级何以琛。何以琛你好，我是赵默笙，赵就是那个赵，默是沉默的默，笙是一种乐器，它是有典故的，来自徐志摩的诗。你走得真快，我可以继续讲完。赵默笙，我说过了，我不准备在大学找女朋友。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现在先排队等你毕业了，有优先录取权吗？我有课，别跟着我。我也有课。哎，你别误会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那些谣言真的不是我传出去的，真的，你要相信我。我知道，因为那是我传的。我考虑过了，如果三年后注定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何不提早行使我的权利？哎，我说你怎么每次都不参加律所的活动啊？有你们俩就够了。我怎么听说你把这许霹雳又给拒了？那哭的不行不行的。何止啊，外企女高管，电台女主播，你妹何以梅。哎，你说你拒的这些个姑娘，你发一个给她好不好？你身上老这么清心寡欲的可不行。来，哥们给你打把脉，咱先别写了。你这不是有什么隐疾吧？哦耶！边绿向绿。刚才有位女士说要送这个给你。我知道，我知道，药不能停。凉了，换一杯。太会疼人了。嗯。哎哎。嚯，榴莲味的，啊，榴莲味我喜欢，最讨厌榴莲了。哎，哎呀，在看书啊，选一颗。这什么味儿啊？榴莲啊。都是榴莲味儿啊！谁这么坏啊？哎呀，哎呀！坏人！打我呀！就打你怎么了？像你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只能回答你三个字：满足你。
我问你，你会离开我吗？你神经吧你！你满脑子都是学什么乱七八糟的？李琛，我可能是太爱你了，所以我真的很怕你会离开我，怕我自己会生病死掉。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味道，榴莲就是留恋。就算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吃到这个糖，就会想到我，就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张默笙，这么的爱。现在散发出一种紫黑色的气场，遇见真爱的概率大概等于见到鬼了。你愿意被那些小妖精、小婊子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吗？我们不。来，外科医师，你一个，我一个。快点，慢吞吞的，受不了你。知道。哎，哎，那个，来来来来来来。Perfect, go！ 我的口香糖，中午吃的韭菜饺子，万一他们突然想强吻我怎么办呢？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律师，让你天天下班接我，真是不好意思啊。上车吧。你这个话茬婊，你又在这高三大四啊？哎，我们见过吗？哦，想起来了，你是那个相亲狂，又拉着别人陪你一块相亲呢。你看看，人家这小姑娘长得多好看呀，一头的方便面卷，猫眼眼镜。一身的粉红诱惑，够性感，够时尚啊！有他在你身边，你这辈子也嫁不出去啊！你要去相亲？对啊，一屋子男人等着我们呢。上车。
我去学校走走吧。人格权不一样，要反对人格权法定，是指把。好，来，四位犯罪嫌疑人，你们转身。你们不能因为这三号长得跟我特别像，你们就把他判得特别重啊！ 对，就是这位笑得最欢的女同学，你起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甲乙丙丁四个人应该怎么判啊？就是你，我刚也没听到，把他们全都关进牢里。 教授，他不是我们系的。这么说，你对我教的刑法很有兴趣？嗯。教授，她是陪她男朋友来上课的。啊？那就请这位男朋友也站起来吧。哦，小何呀。 光自己念好书是不够的，这个家庭教育也要管好嘛。我们法律系的大才子的女朋友是个法盲，我们走出去都很没有面子呀！啊！教授现在都记得你。 每次去他家拜年，他都会提到这件事。再见。 昨晚很抱歉，没事，我知道是你喝多了。没有，我很清醒。这一期。 我们新奢侈品的选题，打死你也想不到，男人，备选的人物有国民老公、国民岳父、国民干爹，还有最近因为辩护大案大红大紫的何以琛。我觉得何以琛的难度比较小，他很难搞定的。他不接受国内的媒体采访，只接受在美国能看到的媒体采访。他拒绝的理由相当的奇葩，他说，他只愿意出现在显眼的地方。
真是高调。因为我手机没电了，找不到你，我就站在显眼的地方让你来找我。竟然不笨。那是。所以以后如果你也找不到我的话，你也要站在显眼的地方等我去找你。一路平安，哎，小姐，一路平安啊！以后记住了，还有官司，再找我们袁小华。就我呢？哪能啊！我们哥仨可是黄好无粘人。行了，差不多行了，干嘛呢？好了，感谢三位大律师专程来送我，我要进去了。莫生 ，We are leaving. Welcome to America to visit us. 以琛，一会儿送莫生回家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还以为他又要跟你们去美国了呢。没事，我可以自己走。好了，你们两个小祖宗，我都要走了，你们就不能让我省省心吗？啊？行，赵默笙，还知道回来。我以为你要让我兄弟苦守寒窑18年呢。啊，你是不是就那把以琛甩了去美国那女的呀？哎哎，啊，我没有啊。Say yes or no, OK？ 你是不是去过美国？停车。以琛，能动手千万别吵啊！你放手，放手！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甩了你？萧小向恒，现在连你同事也这样认为，明明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解释？怎么解释？连我自己都这样认为。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分手那天。你父亲来找过我，看来你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我的女朋友竟然是市长千金，他让我开个条件，离开你。对不起。如果是为了你父亲，你大可不必。如果是你自己想说。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当年知道这一切，你还会不会走？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来问我？你连问都不问就判了我的死刑，周默笙，你猜猜这几年我多么的恨你。对不起。那现在呢？你现在要不要回到我的身边？不用那么着急回答我，你可以。我结过婚了。你说什么？我结过婚了，3年前在美国。周默笙，我是疯了才会让你这样见他。
今天起，这个世界上就剩你一个人了。记住赵清源和裴芳梅这两个名字，是他们害死了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有报应的。你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小生很喜欢你，我也不想反对。只要你愿意和他一起去美国，我会帮你们办好一切，签证、房子，还有学校，都不用你操心。我是不会去的。只要你放他走，我什么都答应你。你可以提条件。你走，我不想看到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走，我走。你别走，我不许你走。赵默笙，但愿我从来没有认识你。没想到当律师的也玩这个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发泄一下。上大学那会儿，有段时间我们宿舍的娱乐之一，就是大伙儿赌看哪个女生先能搞定以琛。那个时候追求以琛的女生比你漂亮、聪明、优秀的大有人在，而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一开始并不看好你们，但是以琛却渐渐变成一个20岁的正常大男生，时常会被你气得跳脚，高兴起来也会把我们全宿舍的衣服全都洗。向恒，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你心够狠。去不去是你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做人不能太自私。急性胃出血，医生让留院观察，他的胃一直都不好。上次我去他家，看到他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才带他去的超市，没想到就遇到你了。小时候他妈妈经常抱着我说，要是有个女儿就好了，而我妈就说，那就把我换过去。哎呀，可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阿姨的样子，她就是走得太早。她父母是怎么去世的？叔叔是因为生意上的事儿，让人逼得自杀，从很高很高的楼上跳下去。阿姨本来身体就不好，因为伤心过度也走了。这事儿你知道就好，我爸妈担心我哥听到会伤心，一直没让我提。嗯，是我让湘恒把你找来的。莫深，小时候不懂事儿，才会对你说那样的话。现在才知道啊，有些事情根本就争不来。
儿童套餐送的，拿给你哥。沃深啊，嗯，你不会以为他叫何以琛，我叫何以梅，我们俩就是亲兄妹吧？其实我们两家以前是特别好的邻居，因为父亲都姓何，所以才取了相似的名字。直到以琛父母去世，我们家才收养了他。我跟他其实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他没跟我说过。当然了，你觉得你跟他能比得过我跟他二十年青梅竹马的感情吗？可我是他女朋友。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爱以琛，我不想再偷偷摸摸的爱他，我要光明正大的跟你竞争。以琛，以琛，起来。你去美国之后，他天天借酒浇愁。你看你大学快毕业了，那么多追你的女孩，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女朋友？以梅，嗯，以后你就会明白，如果世界上曾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今天是我的生日，谢谢你给了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七年来，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取代这一本在他心中的地位。交给你，我也就放心。我自己会生病死掉，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味道，榴莲就是榴莲。就算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吃到这个糖，就会想到我。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
一千。你还要我吗？放开。喝什么？说吧，找我干什么？我后来去医院看过你。如果你是来探病，那你来错了，这里没有病人。如果你想红杏出墙，我没有。你没有？难道你没有结过婚？那只是你用来挡我的借口。好，那你告诉我，你想我做什么？你的秘密情人，你见不得人的外遇，承蒙上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我已经离婚了。张默生，你凭什么认为我何以琛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跟他不是。够了。我不想听任何你和你前夫有关的事情。打扰我。这样一个人，你很爱他，爱得小心翼翼，爱得你都不敢去碰他，因为你怕一碰他，他就会消失。我已经等了他七年了。再给我来一杯。给。你他耍我呀？啊？我要酒。我告诉你，你现在是bartender，给我酒，否则我以违反律所规章制度，在外兼职之名开除你。这他爸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叫克莱因廷，没有出口，没有入口，没有正面，也没有反面，他只存在于四维空间。感情上的事儿我不懂，但是我只知道能倒出酒的瓶子才是最好的，简单才能快乐。
家里水管爆了。户口管在家吗？啊？我们去哪儿？民政局。民政局？登记结婚。停车。不想去就下车。开车吧。你确定？如果将来你注定是我的丈夫，我何不提早行使我的权利？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只会造成错误。你还要重蹈覆辙？登记结婚。出门看黄历了吗？确定今天结婚？对，就今天。4月1号，愚人节。大厅里离婚的人都没有，你们赶来结婚？要不换一天呢？就今天。可今天我这个样子。就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每个愚人节可都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很任性。填表拍照。你现在没机会反悔了，因为从现在开始，就算我们一辈子互相折磨，我都不会放过你。家门钥匙、车钥匙、银行卡。可是银行卡我不用，银行卡我自己。我不想结婚第一天就因为这点小事跟你争执。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去广州出差，你自己搬过来。放后面。好，这个箱子也放那。好，搬家呢。哟，怎么是你啊？难怪呀，这连续一周何大律师都接我下班，还跟我谈案子。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啊，我包了点馄饨，包多了给他尝尝。那行，你拿着吧。哎，谢谢。哎呀，大意了。白白自作多情了，放冰箱里别化了。哎，嗯，就那小蜜桃，她跟何律的关系不一般呀。哦，哎呀，都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真令人羡慕。啊，对了，这馄饨也有她的份儿，也给她煮一个。See you。 药我给你准备好了。这个一天3次，1次2粒。他有胃病，却还不记得吃药，以后就拜托你了。William， 你跟他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什么关系？
年前，我父亲被人陷害自杀，是贺律不顾一切替我家人讨回了公道。所以我上大学读法律，就是为了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像贺律那样的律师，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赵小姐，请你把照片还给我。劝你不要和一个律师探讨物品所有权的问题。我不是醉了，我是疯了。就算我们一辈子相互折磨，我也不会再放过你。银行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喂。喂。文小姐下午来送馄饨了。哦。她说，原来你接她是为了……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我就先挂了。别！我就想问，我的东西放在哪儿？何太太。您的丈夫身心健康，暂时没有分居的打算。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周五晚上。嗯，那我等你。多喝点。哎，多喝点，来，吃。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干了。哎，喝的也差不多了，咱们换个地方吧。好。那你们尽兴，我就先撤了。哎，这就没意思了啊！没办法，老婆管得紧。一起去。没看刚刚打电话过来查岗的吗？就是打到酒店房间我不在，回家恐怕就不得安宁了。你们懂的。哎，你别说走就走啊你啊！哎。你好。饿了吗？那不是应该在广州吗？半夜航班临时决定回来，还没来得及告诉。在这待着干嘛啊？还不上去睡觉？天已经快亮了，我就在沙发上睡吧。不行，哪能睡沙发呢？你上屋里睡。还是你去睡吧。这是你家，要听我的。所以你上去睡。对啊，这是我家，所以应该听我的。你上去。面凉了，我去把它吃了。大摄影师把我们俩拍的水嫩一点呗。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躺在床上，但那个男的好像没什么想法。为什么呀？肯定是那女的长得太丑了呗。哦，那倒……那他就是不行，要么就是 gay。应该都不是。自古以来，床动那就是行为艺术，武装自己才能无往不利。这种东西去买都不好意思。你笨呐，网上有特卖。记住，床上政权要靠智取。对，不是谁有枪炮谁就能做主。嗯。同事们非要赶到家里边来热闹一下。嗯，打你好几次电话你都不接，丢死人了。好啦，赶紧换好衣服，我们去吃饭吧。嗯，熟了，吃吧。什么情况？哎，何律，你现在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作为呈堂证供。说。上大学的时候吧，眼光就不太好，喜欢了就喜欢了，没办法。哎，还没说实话。学对的。嫂子，你说像何律这种万年冰山，你是怎么融化他的呀？对啊。是啊，嫂子。哎，找到找到。何律这么优秀，咱们怎么搞定的？其实追他挺容易的，就是死缠烂打，脸皮厚。赵默笙，你这么回答可太假了，是不是？哥几个，咱们这么了解，根本就套不出话。不行不行，咱们干脆游戏去吧。哎，来吧，来吧，来吧，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你，我从没来过何律的家。哎，我们也没来过，来过的必须来过，来过谁喝？谁来过谁喝？还有洁癖，不让谁来啊？对啊，谁来过？谁来过？来过。喝！小林哥，你不喝吗？你也不来过。哎，你刚出院，我替你喝。干嘛呀？这是威廉的专利。他这问题太没劲了，我问一个。你来。我从来没跟这屋里的人发生过那种关系。哎，酒呢？哎呀，好热呀！嘴巴好干啊！哎呀，好干。哎，我靠，三观尽毁呀。你不是喜欢何律师吗？你怎么这么没节操呀？灵魂和肉体完全可以分开的，对吗？哎，不对，等会儿，我才想起来，你们公母凭什么不喝呀？对，你们俩不喝吗？谁撒谎谁断子绝孙。不律，不律，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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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呀，喝一身，你不是吧？真被我们哥俩猜中了？你居然……哎，我捡你，我捡你啊！他说何律这是精神恋爱，什么呀？哎呀，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何律师家不像新结婚的样子。你们俩别打岔啊！我宣布，游戏继续，继续。到谁了？谁了？来了。说一个，我说一个，我说一个啊！我，老袁。
再过个十几分钟吧，待会儿你只要看到我这么一招手，你就过了。嗯，好的。小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了，没有告诉阿姨一声啊？能待会儿再聊吗？我们那边已经……小生的朋友，我是裴芳梅，是小生的阿姨。芳梅这两个名字，是他们害死了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有报应的。真，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太感动了，谢谢你。那个 ，You are my sunshine。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赶紧上去，我要去加班了。不是吗？不是。不可能，哪有那么巧的？你约我来这儿吃饭，对面就是那个字，那是照片上的字。你觉得我会是做这种小把戏来讨你欢心的人吗？你赶紧上去吧，陪你的继母叙叙旧。你为这个生气？我跟他真的是偶遇的，我七年都没联系他了。我以前就不太喜欢这个人，我觉得我爸的事情……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无关。到底怎么了？我们这样子像是夫妻吗？喂，为什么要关机？手机没电了。这次要走几年？
说。张博士，这是夫妻义务。李晨，李晨，李晨。放心吧，我是不会趁现在欺负你的。去出差，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没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998, 998, 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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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把所有的早餐都买了，要吃哪个？我要吃你。
飞到老好不好啊？请你和我在一起吗？是老袁，要不你跟我到我们系去转一转？得了吧，你是你们系的风云人物，我不去当靶子了，我还是去我们系找组织了。真不知道你在怕什么。那你小心点啊，别走丢了。嗯，认识到了。走了。那么多人啊，干什么啊？映辉的演讲在那儿。谁？映辉啊。你要去听吗？当然了。嗯，搜索总裁，互联网的新贵。不是，人太多了，进不去啊。那就在外边看大屏幕吧。哎，就要开始了。投了这个豆腐块的广告之后，回家我就做了个梦，就梦见华尔街这些金融大鳄有钱任性，蜂拥而至，死乞白赖非要投我这家公司，撵都撵不走。哎，醒了一想，这好兆头啊！过了将近一个月，一分钱我都没收到。这一天啊，我就搁那儿拆信封，拆出来这张支票，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就数那个数后边那个有几个零，就俩零，$500。打个要饭的嘛，但还真就是靠这$500让我走出了困境，一直走到今天。这就是我最初在美国创业的经历。殷先生，请问你结婚了吗？我们还有机会吗？我结婚了，我太太就是当年给我$500的那个人。雨辰，我很想你。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订的房让人给临时给占了。谢谢谢谢。别着急，我找经理说事儿去啊。嗯，好了。哎，你找什么经理说事儿啊？我这儿找到熟人了，那定完了。你早说，我这急大了。当完事儿了，别来别来。哎，同学们，来，正好啊，咱们难得凑这么齐，今天咱们一块拍张合影怎么样？好。来。哎，谁拍？师妹，麻烦您帮我们拍一张，行吗？啊，谢谢啊！哎，你先上，来让敬，来，你上，这随便站。我喊一二三，你们说茄子啊。好嘞，一、二、三。Mission，殷夫人，你好。你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大商公司董事长林祥和，你在美国接待过我呢。哎呀，来，拥抱一下，好久没。哎，抱歉。他已经你认错人了，我认错人，我怎么可能认错人？你认错人了，我有变化吗？没有啊，一年多的时间。哎呀，一个夫人，你不要这样子了，殷先生，哎呀，哎，林总，我还要这两天去拜访你呢，这么巧，不是，我来拜访你才对。哎，就殷夫人，她说我认错了，怎么可能？还真认错了啊。我夫人在瑞士滑雪呢。真的假的？对呀。哎，你几个人啊？我几个董事长还有一堆美女。那我们一起吧。好啊，来，去楼上，来。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认错人了。这是很像你，真的。哎，我太太刚刚给我发的微信。哦，嗨呀，真奇怪。谁呀？我不知道，你这晚上回去做检讨。交代你刚刚跑去哪儿了？嗨。
行行，赶紧吃饭了，走，吃饭吃饭了。拿手的嘛啊，校长刚刚陪的那个应辉比我们高几届的啊，硅谷白手起家的网络新贵，现在身价10亿，不得了，现在不得了。听说过，听说过。校花女友劈腿，冲冠一怒出国门，结果成就了一段硅谷传奇。你们俩说这真的假的呀？真的。这事儿要是真的，可太他妈励志了啊！你想啊，劈腿能劈出这么大一段传奇出来，啊？你们先喝着，这事儿呢跟咱何大绿还比不了。稍等一下，采访一下啊，何绿。哎，别起腻，来来，我采访你。最近这些日子，您这回头草吃的可还顺口？哎，不对不对，啊，吃回头草的，在这儿呢。啊，赵默笙女士，我采访一下你呗。你是在美国整整7年，真找不着一个比我们以晨更好的了。就是啊，来来来，敬你一杯。哎，何以琛。久仰大名，不敢。应先生像是名扬四海。你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吗？我的前妻在我研发的那个搜索引擎里经常会搜你的名字。看来默笙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对，不重要。那你肯定也没见过这个。默笙到美国没多久，家里就出事儿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好违规在校外同时打几份工。在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能不能把当初资助我的500美金还给他。我对这个特别的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踪了她一段时间。$500 Sorry, it's too. 我是应辉。500美金。嗯。500块我不要了，配合我一下。小江，叫爸爸。Daddy, 爸爸。This is about the adoption. We're here to investigate you. Can we have your cooperation, please? Sure. All I know is her name is Mo Sheng Zhao,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om China. Her landlady was locked up for assaulting her husband with a knife and left her boy with Sheng.
The husband has a tendency for violence. We have the injury assessment report, but Zhao is not legally qualified for adoption. Sheng Yiwen dropped out of school to work and provide for the son. Now, I'll help her out. What'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Sheng? Sheng is the one who founded my startup company. I feel for her at first sight and was ready to propose. Sheng, will you marry me? And you take this man to be your lawful wedded husband? Yes, I do. And you take this woman to be your lawful wedded wife?本以为是配合赵默笙演的一出戏，我却不知不觉沦陷了。小佳的妈妈马上就要出狱了，你就可以摆脱我们两个累赘了。我再帮她点点喝的。One more orange juice, please. Sure, thank you. 那。手术后，我被转入私立医院秘密进行康复治疗。那两个月过得很开心，默笙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可我却无意中发现，原来在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念不忘的名字。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这什么音乐这么好听？怎么有一种初恋的感觉？你是我最喜欢的歌，你也想起你的初恋了吧？哼，要看到你现在这样，肯定回来找你。是看我身上中了一枪的样子吗？那个人早就从这里消失了，这里面现在是空的。在等待另外一个人的进入。默笙，你愿意住进来吗？这是我跟他有名无实的将近三年的婚姻当中离得最近的一次，但是我却能从他眼神当中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距离。你没办法，我只能再赌上最后一回。 This is a divorce agreement. And this is the prenuptial agreement. There's also an equity transfer agreement. Sign this, and you will be the real Miss Ying.找我来，就是为了要给我讲这个故事吗？我以为你对这些事儿会好奇呢。抱歉，时间不早了。默笙醉酒在家，就他一个人，我不太放心。
安娜律师，我的故事可能吸引不了你，但是你的故事我却很感兴趣。比方说，你父母和陌生父母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儿，我猜陌生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大律师，你们当律师的有的时候可能为了客户会保守很多秘密，但是你们自己的秘密有的时候未必藏得住。你想怎么样？陌生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我打赌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比她更傻，为了一段感情可以等上7年，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最好没有别的目的，否则陌生是我太太，您大可不必操心。宁老板，您还是把您的自信用到您擅长的领域吧，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您被人告了，您随时可以来找我。服务员，给我来瓶小二油炸花生米。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儿不提供。稍等，稍等，我马上想办法。你怎么哭了？一直都以为在这几年里走丢了的是你，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其实是我。我好后悔这几年没有在你身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走。
美国不久，爸爸就出事了。我从来没想到，那是早就策划好的一场逃亡。爸爸给了我一大笔钱，可我觉得，就是那些钱害了他。我找到领事馆，把他们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我宁可在校外打黑工谋生。我以为这样会帮上爸爸，可裴姨却打电话来。你爸自杀了，千万不要回国，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记住，和谁都别联系，谁都不可靠。你就拿着这些钱在美国自己生活吧。好长时间里，我都重复着同一个噩梦，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我一个人站在街上哭，都没有人愿意看我一眼。不要说了，陌生，不要再说了，你再也不会过那样的生活了，我发誓。现在想起那些本不愿意再想起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了。你有我了。嗯。谁？何律，有位女士来访，说今天一定要见到您，请她进来吧。前任餐厅匆匆一面，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呀。当然，赵夫人。陌生，虽然非我亲生，他父亲出事之前主动跟我办了离婚，让我全身而退，我也要尽我的能力去照顾好保护好他的女儿。这些话您大可不必跟我说。你好像对我有敌意啊。是吗？您恐怕是多心了。何律师年轻有为，不知道你父母是从事哪一行的，有机会的话约了见个面，也让我尽一下当家长的责任。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我父母早已亡故。因病而故吗？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嗯，你何不干脆直接问我，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死是您的丈夫赵清源所为？果然知情。你为什么要跟小生结婚啊？是为了报复？这是我跟陌生的事，不必要跟您交代。我怎么能相信你？随便你。这件事情小生知道吗？他不适合知道这些。你真是处心积虑。比起您和赵清源当年的手笔，我还差得很远。你父亲的死是意外，而且那笔贷款是政策性的回收，跟小生的父亲没有一点关系。赵清源当年是银行行长，他拿到了一大笔活动经费，但是只进不出。眼看着在建的楼房烂尾，眼看着建筑公司的代表走向绝路，你父亲是失足坠楼的。他是自杀。你知道吗？
亲眼看着我的父亲从他自己建的楼上跳下来，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追随着我父亲的脚步而去，这都是拜您和您的丈夫赵清源所赐。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提个条件，怎么样才能放过小盛？您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些话的人，七年前赵清源也跟我讲过同样的话，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女朋友居然是我仇人的女儿。我明白了，必须这样，是吗？这仇你非报不行是吧？你一定要跟小生结婚吗？我父母给了我十年，我要默生一辈子，我屈从于现实的温暖，默生爱胡思乱想，这些事情请永远不要让他知道。梁阿姨，这是我向您要的承诺。那一年，以琛带我回到了美国。他说他要把那七年我独自走过的地方陪我走一遍。你慢点儿。我以前在这船上打过工，不过来了我们岛还是头一次。是吗？嗯，我也来过这儿。哎，你是梦里来过吧？嗨，魔圣。嗨。嗨。我看到熟人，我去打个招呼。哎，交代关系。他追过我。Hi, it's actually you. I can't believe you're still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raveling. Yeah.Actually,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 I kept this photo of you all these years.这次还要在这多待两天，还是没有找到他。你来美国找过我，对吗？你猜。
长亭连短亭，而你共沾巾，既然青涩情，何以生小情，孤帆远影碧空尽，等一场别离，衰老的别离，晚来秋风轻，谁解凭栏意，既然出天阔，何以笙箫默，此情耕耘谁人说。Sunshine.